你们要是不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人头是将来给你立威用的。一代帝王乾隆，太上皇遗诏，废嘉庆，擅权干政，贪渎祸国，和珅，这位就是心怀鬼胎的皇太子，大清将来的皇帝，兄弟戏强，王位争夺，成亲王。 弹劾和珅架空皇上收受贿赂，公然卖官鬻爵，对抗权臣，巩固王位。嘉庆太平天年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大清盛世衰败危机重重。未来娱乐台，嘉庆皇帝。